第七届新唐人国际钢琴大赛的复赛、决赛和演奏会将于10月17日至19日在纽约考夫曼音乐中心隆重登场。来自四大洲的古典钢琴家将为全球观众奉上一场跨越时间与国界的音乐盛宴。比赛开放入场观看，并通过网络同步直播。订票热线2125013330。